偏僻的古村落，惊现3000年前的古城遗址，考古人员有哪些惊人的发现？精美的青铜器，拗口的铭文，有人推测大名鼎鼎的姜太公就葬在这里，这会是真的吗？大家好，欢迎收看江西卫视经典传奇，我是幻之。山东省淄博市啊，有一个陈庄村，原本呢是一个位置偏僻、人口稀少的小村庄了，千百年来一直是寂寂无名。然而，当时间来到2008年，这个小村庄突然就翻身了，名气上翻了身了。发生了什么呢？好事啊，而且是一件震惊考古界的大好事。具体怎么回事呢？咱们回到当时。那么我们当时是进驻的时候是40多个人，所以这么一个小村，一看一下来了这么多人，所以说他们真的很好奇，说你们来干什么？这我们这儿哪有什么宝啊？对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能有什么宝贝值得考古人员如此之兴师动众呢？村民们不知道，早在2003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配合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的时候，就在村子附近勘探出了一处古代遗迹。只不过为了保护遗迹不被破坏，官方一直没有公开。那么你要问了，这是一处什么遗迹啊？实话说，考古人员自己也不是很清楚，所以这回呢，他们来到陈庄村来解密。那么从开始就是在挖土，那么出的主要的遗物，那么最常见的就是一些生活陶器的一些碎片了，那么还有比如说再出的一些和生活生产有关的一些工具啊，的确是没有什么，就是让老百姓来看说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宝贝之类的。起初一段时间呢，考古人员每天挖的都是这么一些不值钱的玩意儿，当地老百姓呢也就渐渐失去了围观的兴趣。可是没想到，随着发掘工作的不断推进，有一天呢，奇迹出现了。怎么呢？村民们没想到，考古人员在现场竟然挖到了一段残高1.5米、底宽8米的夯土墙。底宽八米啊，这显然超出了一般房基的长度啊。那么这段夯土墙是什么时期留下来的呢？考古人员用解剖法把墙体解剖一看，现场的气氛是热闹了起来。这竟然是一段西周早期，也就是3000来年前的夯土墙啊。那么时间如此久远的墙体当年是干什么用的？带着疑问，考古人员以这段夯土墙为中心迅速展开了新的勘探。很快，他们在夯土墙的外围不到4米的地方又有了新的发现。在一段夯土墙发现之后，它的其外又发现了深沟，那么我第一个怀疑，那首先它是道墙，如果说是道墙，它能够形成一个平面布局的话，就全成一个方形或者长方形或者一个形状的话，能够全成一个称号，那它外头是沟，我第一反应它就是称号。城壕？难道这里曾经有一座古城吗？想到这儿，考古人员就更加兴奋了。为什么？因为在此之前，山东省境内还从未发现过西周早期的城址。那既然是第一次出现，这意义就非同一般了。可事实究竟是不是这样？为了验证自己的推测，考古人员决定沿着已经出土的夯土墙进行再次的勘探。那么勘探结果如何呢？结果再次令人欣喜。您瞧，这是考古人员把现场所有的勘探点连在一起之后的形状。这是一个边长约180米、面积约4万平方米的正方形，很显然，这里真的是一座年代久远的古城遗址。那么，当年这座古城是谁建的？结合现场情况以及史料的记载，有人认为这座古城应该跟齐国有关。为什么？众所周知，山东有一个别称啊，叫做齐鲁大地。而在30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陈庄村这一带呢，就是齐国领地。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这是齐国人留下的遗迹，当初建它的目的是什么？起初，考古人员也感到很是疑惑。
我们大家都知道，从文献上来记载的，那么齐国它的政治中心是在目前的山东这个临淄。那么这个高清陈庄，离距离现在的齐国故城，它是它的西北部，相距将近有几十公里呢，三四十公里。所以在这么一个这个位置出现这么一个城址，所以说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意外。那么背后肯定是隐藏着或者一些历史的谜案。隐藏着什么谜案呢？考古人员有两种猜测，一种是有人认为这里可能是齐国最早的都城，叫营丘。为什么？史料记载齐国先后啊有过三个都城，最早的叫营丘，有着长达200年的都城历史。可是到目前为止，营丘在哪里一直没找着。那么第二种呢，是有人认为这里不是都城营丘，只是一座军事城堡而已。何出此言？原因很简单，这处遗址啊面积太小，只有4万平方米，跟都城的规模不相称，不相当。那么它到底是齐国最早的都城，还是军事城堡，亦或两者都不是呢？为了早点解开谜团，考古人员决定兵分多路对现场进行发掘。那么发掘情况如何？很快其中一队人马呢有了新发现。什么呀？就是画面当中这块形状看起来有点奇怪，面积还不小，大概20平方米的环环相套的遗迹。整个的平面刮出来之后，看到它的结构，是吧？里边有个小圆圈，外边套了个方形的，外边还有一个长方形的，外边还是还有个圆形的，所以就意识到这个东西不是一个普通的遗迹现象。这到底是什么呢？单看形状有点类似古人祭祀的祭坛呢。考古人员决定从遗迹最中心的部位往下发掘。当他们挖到底部的时候，坑里边还真冒出了一具动物尸骨，也就是说这的确是一处祭坛。可祭坛为什么会建在城内呢？城里啊。话说这边的考古人员正在那儿琢磨着呢，另外一队工作人员也有了新发现。他们在新的探方之中找到了一个长方形的遗迹，这又是什么呢？考古人员继续往下清理，可是没想到当他们清理到地下4米深的时候，意外发生了。怎么呢？原来啊，陈庄遗址地处黄河冲积平原，属于沙质土层，这些新出土的遗迹几乎都处在水位线以下，甚至有1/3的部分被淹没在水下。如果继续往下挖掘，遗迹随时有可能坍塌呀。所以考古人员不得不暂停发掘。不过发掘虽然暂停了啊，但是通过前边的之前的清理啊，考古人员对那座遗迹有了初步的判断。从它这个形制上和它的天土来说，我就觉得是一个墓葬。当时从年代来说，已经就认识到是西周的，它埋葬的在完全在水位之下，所以我们挖到了水位，还没有见任何迹象。但是当时候的用那个签子扎了扎，探了探，有些地方感到下边知道下边有东西。把墓葬建在古城里头。谁把墓葬修在城内呀、啊？是吧？太意外了。然而，更意外的还在后头呢。怎么呢？就在领队高明奎思考下一步发掘对策的时候，其他工作人员在现场又发现了类似的长方形遗迹，而且不止一处。这个新情况让高明奎是既兴奋又着急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些遗迹都是墓葬的话，那么后面的发掘难度会相当之大。当时实在是真是。到了水位之后，他当时那个地质条件就是都是这个流沙，很难动，很难动。你挖下去，它一个劲儿坍塌。到了水位了，就没法清了。但是呢，就是我们就开始抽水，就只能是抽水了。你看，360行，每一行都有自己的难处啊。那抽完水之后，接下来就该正式清理了。考古人员首先清理的是编号为 M26号的这处遗迹。那么发掘情况怎么样呢？事实证明，大伙儿的推测是对的。当工作人员发掘至4米多深的时候，遗迹坑里边出现了类似木椁的边块；清理到6米深的时候，坑里出现了人头骨；再往后，考古队员在人头骨的上部发现了9件陶器、2件玉器以及大量的海涵壳、棒串饰等等随葬品。
随葬品不断涌现，他们的主人是谁？一件形状呆萌的酒具，其中暗藏着什么玄机？而根据一段拗口的铭文，有人说姜太公葬在这里，这会是真的吗？江西卫视经典传奇正在为您解密。上节说到，在 M26 号墓当中呢，考古人员清理出了人的头骨啊、陶器啊、玉器啊这样的随葬品呢。那么这位墓主人是谁？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又能否为解开古城遗址之谜提供线索呢？很遗憾，考古人员把尸骨以及随葬品清理了个遍，也没有找着有用的信息，所以他们只能将目光转向其他几座墓葬。后续的发掘情况又怎么样呢？咱们一一来解密。这一轮发掘最先面试的是 M27 号墓，相比 M26， M27 里边的尸骸更少，也更为凌乱，但是尸骸头部的随葬品却更丰富。除了玉器以及立冠等陶器之外呢，墓中还放置有象征身份的青铜器，那就是这个东西，它叫做青铜簋，相当于我们现在吃饭的碗，常常跟青铜鼎配合一起使用。那么总共发现了多少呢？两件青铜簋，说多不多，说少也不算少。什么人可以享受这样的待遇呢？各位都知道，按照西周礼制，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两件那就是元氏咯。也就是说，这是一低级官吏或者下层贵族。那么这个下层贵族姓甚名谁呀？考古人员拿着青铜簋是左看右看，同样没有发现铭文，所以只能期待后续的发掘。很快，编号 M18 号墓呢也被清理出来了。这座墓形制跟前两座一样，但是墓主人的尸骸却保存得更好。根据骨骼特点，考古队员推测，这应该是一位30到40岁左右的男性，很年轻的墓主人啊。那么在他的墓里边发现了什么呢？仔细清理，考古人员从淤泥当中捞出了15件随葬品，其中6件为陶器，9件为青铜器。这么多青铜器啊，都是些什么呀？话说考古人员还只清理完了第一件啊，现场就沸腾了。怎么呢？您瞧啊，这就是第一件被清理出来的青铜器，是用来装酒的青铜弓啊。看他的样子，这是不是很可爱呀？尤其是这个脑袋做得非常形象啊，很逼真可爱的样子。如此萌萌哒的酒器当中，是否暗藏玄机呢？谁知道，考古人员一打开这个弓盖，大伙儿全都惊呆了，因为就在青铜弓的底部，清晰地刻着铭文。清晰的过程中，一看，哇，真的有铭文。所以说那个时候。的确是这个令人兴奋的，就是说有了这种意外的发现，又是或者是又在冥冥之中的发现，那个时候真的是所有的感觉不到，所有的辛苦，所有的烦恼，一真到了九霄云外之后了。你要问了，既然有铭文，那铭文写的是什么呢？跟您说啊，这个铭文读起来是真拗口，您听好了，叫做“封诏作爵祖甲”。奇功保尊仪，什么意思？根据过去的经验，考古人员推测，这个青铜弓呢，很可能是一个叫做封的人为奇功制作的。那么封是谁？奇功又是哪位啊？为了找到答案，考古人员又开始清理第二件。那么这呢，是一件青铜箍，但是在器物上并没有铭文，那就只好继续清理第三件了。第三件是什么呢？您看它的形状，有盖，还可以提起来，所以名曰提梁友。那么这件提梁友上有铭文吗？当考古人员掀开盖子，不得了，铭文再次出现了，叫做封诏作文祖奇功尊仪。注意，在后续的清理当中，考古人员除了在提梁友上发现铭文，后来又分别在青铜簋、青铜斗、青铜爵等另外7件青铜器上发现了铭文。铭文的内容虽然有部分有所不同，但基本上全都是封为奇功做的。做了这么多贵重的礼器，可见两个人关系非同一般呢。那么他们到底是谁？俩人什么关系？有专家认为，简单的理解呢，铭文里的封应该是奇功的晚辈，至于他到底是谁不重要，而重要的是这个奇功啊。
怎么呢？专家说，根据金文通例，凡是公钱加国名的都应该是这个国家的国君，所以铭文里的齐公那就是齐国的国君呢。具体是哪一位呢？专家认为啊，很有可能是这位齐国的第一任国君姜尚，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姜太公啊。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姜太公吗？他的墓就葬在陈庄，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很大胆的猜想。只是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吗？队长高明奎没想到谜团尚未解开，工作人员在其他几个探方的发掘当中又有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看到一个框，一个这个有一个这种框，那么这个长条形往那延伸，然后北边呢又大了，又往外凸出来了，有点像那种夹子型的东西了。所以当从那个图上我才意识到，哦，有个这个东西，所以才感觉到一看那个大墓啊，大墓，而且还是夹子型的大墓。难道这里葬了一位诸侯级的人物吗？兴奋的考古人员顺着遗迹的轮廓一开挖，不得了，他们先是在墓道里发现了殉车，然后在墓室的一侧很快就发现了青铜鼎、青铜簋、青铜矛以及青铜銮铃、车位等20多件青铜器。再然后工作人员又在棺内发现了玉佩、串饰、贝壳等等随葬品。总之啊，这座墓葬的随葬品相比之前那些个墓要丰富贵重的多得多得多。那么这座墓葬的主人会是谁呢？会是姜太公吗？啊，从小看《封神演义》啊，传奇般存在的姜太公难道就葬在我等眼前吗？这太令人兴奋了，对不对？正在大家伙啊，这个怎么说呢，满身的兴奋又带着满腹的疑惑的时候，清理青铜器的工作人员从实验室传来了好消息。他们在一件青铜簋的盖子内部发现了长达70个字的铭文。70个字啊，很长了。都写了什么呢？内容比较长，我们就不念了，我们来听听考古人员的解释。他这个铭文呢，大体的内容是，就是正月壬申这一天，周王召见了这个殷，把他叫到周太庙里去，就是来教育他。他说：“历史上我曾经任命过你的祖先作为什么什么大将，什么样的职，担任什么样的职务。现在我重新任命你，上次给你铜弓衣、铜丝白、马丝皮。”然后这个殷呢，就对周王呢表示感谢，然后用后来打仗缴获的地方的兵器融化了，做了这两件宝贵。不难理解，这70多个字的铭文记载了周王赏赐尹的故事。可是这个尹又是谁呀？啊，他跟这座墓葬有什么关系啊？考古人员推测，这个尹应该就是这座墓葬的主人，只不过他不是诸侯，他是一位军事统帅。可是问题来了，一位军事统帅为什么会被安葬在国君等级的大墓当中？既然是周王的手下，他又为什么会葬在齐国的墓地？为了找到答案，考古人员把两件青铜簋又里里外外仔仔细细检查了一遍，想看看还有没有铭文。确认没有啊，那怎么办呢？去哪里寻找新的线索呢？谁也没有想到，就在大家发愁的时候呢，发掘现场好消息又来了。怎么呢？原来在距离甲字形大墓10米远的地方，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一座墓葬，而且规模还不小。那么多大呢？经过勘探确定，这座新发现的墓光墓道就有15.7米，而且从遗迹形状来看，同样是一座甲字形大墓。这可了不得了啊，顿时让大家伙是高兴的跳起来了。不过当墓葬被清理出来之后，大伙儿失望了。怎么呢？首先是墓主人的尸骸保存状况很差，基本无法提供有用信息。其次呢，就是墓中的随葬品呢，不仅数量不多，而且类型也不丰富，比如说兵器就没有出现在这座墓里边。再次就是墓葬当中出土的青铜器上没有任何的铭文。奇怪啊，同样是甲字形大墓，随葬品的差距啊，咋就那么大呢？
是吧？根据两座大墓的形制和随葬品，考古人员对两者的关系做出了这样的推测。搞清清楚这两座墓葬，我们只能说，我们不排除他有是夫妻关系，但是我们也不排除他是其他关系，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确凿证据，我们只能根据墓葬的规模、方向、形制、大小，特别是年代上，给他一个推测，他这两座墓应该有比较亲密的关系。那究竟是夫妻还是别的什么关系呢？谜团尚未解答，还需继续发掘呀。不过已经出土的墓葬都已经清理完了，接下来该去哪里寻找线索呢？您别忘了啊，这可是一座4万平方米的城址，考古人员推测地下很可能还埋着别的秘密，甚至还有更为令人震惊的秘密。真的是这样吗？提前告诉你啊，真的。那么是什么呢？这个下节说。一座3000多年前的古城为何会有这么多墓葬？令人震惊的马坑究竟暗藏着什么秘密？有人说这座古城只是一座当年的军事堡垒，然而在它的地下还有怎样的意外在不断涌现呢？江西卫视经典传奇为您解密。前面说到，考古人员在陈庄村古城遗址除了找到两座甲字形大墓之外，还有更为令人震惊的发现，到底是什么？那就是画面当中这座南北长14米、面积约50平方米的车马坑。听到这个答案，估计有人要说了，一个车马坑有什么令人震惊的？您可就别小看这车马坑啊，暗藏重大玄机。车马坑和这两座大墓没有关系，那么车马坑它时代更早。根据一般的我们的考古发现，过去的以往的考古发现，那么车马坑一般的来说它是和墓葬对应的，但是我们当时在这个发掘区域没有找到类似的大墓，所以说我们当时也在想着应该还有另外的和它匹配的这个大墓。哟，还有大墓啊？在哪儿呢？啊，搁哪儿呢？别着急，咱们一步步来，先看这个车马坑里边到底埋着什么宝贝。您看，这就是坑里的景象，怎么样？是不是很壮观的亚子？甚至跟之前见到的车马坑是不太一样的。首先，第一，坑里的车虽然只有3辆，但是马多呀。您看这1号车和2号车，那分别都有4匹马，4匹马同时并驾齐驱啊。再看3号车，坑里的马虽然只有2匹，但是在考古人员看来，原定数量应该比这多。凭什么这么说？就说1号车都是4匹马，为什么3号车只有2匹马？实际上，在这个2匹马的两侧发掘的时候，都有一个前槽，但是这个前槽并没有完全做成，因为特殊的原因。再说第二点不同，也是这座车马坑最特别的地方，那就是马的姿势。您注意了，别的车马坑中的马匹一般都是侧卧在坑里的，但是这处车马坑里的马匹，您看他们的腿骨全都处于直立跪伏的姿态，那是怎么做到的？考古人员推测，这些马匹应该是死后被人以这样的形状啊，这样的样子安放在槽内的。那么为何要如此的安葬这些马匹呢？它为什么能站着的？大家看，它每一个马匹的骨头，它有一个长方形的沟槽，这个沟槽的格量就是生土。它是在按照这个马的大小，它先挖好一个沟槽，把这马上手潜进去，因此它到不了。这样呢，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呢？四匹战马，那日一不战车，是吧？昂首向前，非常威武壮观。这是谁呀？他这么能讲排场啊？不管是墓主人是谁吧，按照天子驾六、诸侯驾四的规则，他的身份肯定不得了。那么这位不得了的墓主人究竟埋在哪儿呢？话说几天之后，考古人员在车马坑附近有了新的发现，5座长方形遗迹。估计您在想了，又是长方形遗迹，不会是墓葬吧？我告诉您，真不是。
啊，这不是五座墓葬，而是五座方形的马坑。注意，是马坑，不是车马坑，没车，意外吧？本来想找墓葬，结果找出了马坑。那么这些马坑是干什么用的呢？他们也是随葬坑吗？随着发掘的深入，考古人员认为他们应该不是随葬坑。为什么？别的不说，咱们就说这个最让考古人员感兴趣的马坑三，这一个坑就比较少见了，所以它最有意思的，啊，这是一个六匹马的马坑。这个六匹马，大家看到，似乎是这个马骨啊有点乱，实际上它一点不乱。比较明显的，它是两匹马相互拥抱着。最重要的，在六匹马的中间放了一个牛角，它一定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陪葬坑。我个人认为，它可能是与祭祀有关，和祭祀有关。那为了什么而祭祀？又是谁在此祭祀呢？关于这个问题，考古人员到目前为止也没弄明白啊。故事说到这里呢，咱们暂且歇一歇，情节不往前推进了啊。咱们做一小总结，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么一种感觉，就是说，自打考古人员进驻陈庄遗址之后，大家是一直在发掘新的遗址呢，啊，新的遗迹也一直在出现。可是节目最开始那个问题说这处城址到底是做什么用的，答案却始终没找着。那么随着发掘推进，这个谜团有没有得到解答呢？这么说吧，在发掘的过程当中，考古人员曾经一度倾向认为这可能是一座军事堡垒，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是考古人员在城墙上发现了一个类似城门的遗迹。注意啊，是一个城门遗迹，不是两个或者三个。如果是都城的话，城门就不会只有一个了，对吧？第二，就是工作人员在遗迹的灰坑当中发现了一种豆科类的植物种子，名叫草木犀。因为大家知道，这个豆类在古代主要是用来饲料的，而且这里呢，我们又发现了车马坑和马坑，大量的马匹，自然而然的就和我们发现大量的豆科类植物完全吻合起来了。这个从另一个角度，可能是对我推断它是一个具有军事防御设施的一个驻军的地点，这样作为一个佐证啊，也说一个有力的证据。那么是不是仅凭这两个发现就可以断定陈庄遗址它是一个军事堡垒呢？当然不是。而且就在去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又重新对陈庄遗址进行了新的勘探。您知道这轮勘探的结果怎么样吗？说出来您都难以想象。勘探得知啊，遗址面积不是之前的4万平方米，而是在50万平方米左右。这么大的古遗址，您说它到底是什么？您可以先展开丰富的想象，等到有了新的发现，我们再来告诉您。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这些，到此为止，已经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以及抖音号江西卫视经典传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不仅可以观看往期精彩节目视频，还可以参加各种线上线下活动。咱们下期再见。